1969年7月25日，美国纽约男子霍迪斯离开了布鲁克林区的公寓，准备去买一块面包，但是他竟然过了32年才回到家中，并且他完全不知道这32年里他去过哪里。当他回到他的公寓时，房子的主人也早已变成了别人，妻子也已经改嫁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他穿着和出门前同样的衣服，还带了自己要买的那块面包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？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？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四维空间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空间是如何界定的。一维空间简单来说就是一条直线。想象一下，我们生活在一维空间，那么我们运动的方向只有两个，要么往前，要么往后。这个情况下，我们无法感知到二维空间的存在。当我们把很多条这样的直线放在一起的时候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平面，这个平面就是二维空间。任何一个平面都是二维空间，像我们看的电影、电视剧，此时你们看到的视频、纸上所画的画等都是。同样，二维空间也感受不到三维空间或更高维度空间的存在。假设你生活在电视机的画面里，能感受到此时观看到节目的观众吗？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三维空间，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三维空间。当把无数个这样的平面、这样的二维空间叠加在一起，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空间，这就是三维空间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想象一下四维空间。这个图形是个立方体，准确来说是个四维立方体。它其实是一个四维空间，在三维空间的投影，一维空间是一条线，二维空间是一个面，三维空间是一个体，线与线之间是垂直的。而在三维空间里，我们无法找到第四根垂直轴，所以这个投影也只是一个想象。它运动的轨迹，里外空间是不断交替变换的。相较于低维空间，高维空间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，低维空间里所有的规则都对它无效。举个例子，假设我们把贵重的物品放在一个保险箱，关好保险箱，上好密码。这个时候，生活在三维世界的人，如果不打开保险箱，根本就不会知道里面放的是什么。而对于四维世界的生物来说，保险箱里的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。再举个简单的例子，纸片上画了一个方框，里面画了一个苹果。对于生活在二维世界纸片上的小人，不管怎么移动都不会知道方框里面是否有东西，有什么东西。而作为生活在三维世界的你们，此时看到这张动图一目了然。关于四维空间的一种说法是，四维空间是一个非物质空间，能存在的只有我们的思想或者意识。我们生活的三维世界其实是四维世界的一个极其微小的投影，而时间并不是第四个维度，时间只是一种幻觉，而梦境便是一种四维世界。在梦里的时间，在三维世界来看可能只有几分钟，但实际上可能已经过了一生。所以四维空间里并没有时间的概念，人生的每一个时刻都可以看成一帧画面，不只是当前的人生，还包括此时因为下一个动作的变化而产生另外一种可能的人生。比如当前的你正在看这个视频，想要喝水但没有喝，也许在另一个三维世界里你去喝了。所有这些不同的世界的从生到死的所有的每一个时刻画面，像电影大屏一样摆在你的面前，没有过去和未来，他们是同时进行。如果四维世界还有一个你，那么他可以随意观看这些画面并进入其中。在梦里可以飞檐走壁，可以穿梭过去未来，能跨越空间距离，也能见到那些死去的亲人。梦无处不在，却又没有具体的呈现。可以说在三维里，在人们的脑子里，也可以说不在，它并没有占用哪个具体的空间。当开始做梦，便是回到了纯四维空间，在梦中也会经历各种感受，这种感受与三维世界的并无二致。被吓醒，被痛醒，也便又重新回到了三维世界。换个角度想，或许我们其实是生活在四维世界，梦中的你才是真实的，才是醒着的。而现在柴米油盐的生活才是你的一个梦。在四维世界中有一种瓶子，那便是大名鼎鼎的克莱因瓶，不管往里面装多少水，永远也装不满，因为受到维度的限制，人类尚未打造出真正的克莱因瓶。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得出这个结论，因为从本质上来说，克莱因瓶根本就不是一个瓶，而是一个曲面。三维世界的人们为了展示，只好将就一下，将其表现出自己与自己相交的样子。事实上，克莱因瓶的瓶颈是穿过了第四维空间，再和瓶底圈连起来的，和我们浩瀚的宇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同样没有尽头，同样没有内外之分。正在看这个视频的小伙伴们，你们说会不会有个生物，此时正在你们头顶默默地看着你们，正如我们看地上的蚂蚁一样。抖音。